网红别墅呢，它不会越来越便宜，只会越来越贵。今天要介绍这间稀有的一间别墅，它不止稀有，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，它有前后门的进出。前门是由车来进出，后门呢是由当作人行步道，可以让人们安心行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往后面看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这层好设计为一个孝心房。如果你朋友来的时候，可以打个铺睡在这边，好让你朋友非常的方便。那如果说家中有行动不便的人，也可以睡在这个位置，也是蛮舒服的。好了，刚刚所说的人行步道就在这个位置。在这个广丰区的别墅是数一数二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往一楼的方向走。上来之后呢，这是非常一个挑高楼层的一种客厅的感觉，是非常的气派。如果说你有非常多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非常多的亲朋好友来你家。那房子呢，不仅空间要好，而且采光跟通风一定要够佳。它出来的感觉就有个园艺的生活。好，如果说你有喜欢园艺的话，这边可以种种花花草草，算是一个蛮漂亮的感觉。好，这每一户呢，好都有做这个园艺，好，每个风格都不同。我相信呢，如果说你接手之后，一定会。也会更漂亮。我们往里面走。那这个客厅的空间呢，不仅有客厅，它还有一个喝茶室。好，带大家来看看。屋主呢也非常的用心，在这个地板呢另外去铺上了一个榻榻米。好，如果说摆上茶几泡杯茶，好，感觉都会来了。至于上面呢，如果说很多的家中好友来的话，这个区块可以当作一个小朋友娱乐的空间，大人在下面聊天，小孩在上面玩。那这边的收纳都已经做好了，另外很特别的地方，它的咖啡机也做好了。另外厨房的部分，我敢说是妈妈好乖了。妈妈好，都很喜欢的一个位置。那空间上呢，应有尽有，冰箱的空间、烤箱的空间，还有其他的收纳部分，都已经做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往上面走呢，是整层的单层主卧室，空间是非常的大。哦，那屋主呢，把这床边的两边吼，他们有做收纳，让空间的宽阔感更好。他把所有的收纳空间设立在脚边这边。好，这房间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的区域。啊，收纳的部分也都做好了。另外呢，屋主也设立一个更衣间。夫妻双方呢，我相信这种空间是一定足够摆放的。接下来呢，往上面走是分为两边的卧室，中间呢就是一整套的卫浴。那这个卧室空间呢，只是少了主卧室的一个工作间跟更衣间而已，空间呢也是 OK 的。来，接下来呢是它的顶楼部分，这个顶楼呢可以当作一个收纳空间。如果说你家中有信仰的话，这边是可以摆放神明厅的位置，那屋主呢也设立一个排风口，
所以说设定好这个设备之后，你看天花板是没有一点熏黑跟泛黄的状况。那阳光的空间呢？好，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。如果说你喜欢这间的广丰别墅的话，那请可以在左下方呢去拨打电话，或者电话搜寻加 LINE， 可以预约看屋。OK， 就这样子。